姐姐讲个故事俾你听啊。从前有一只好丑怪嘅虫，佢好想喺天空上边飞，个天就俾咗对翼俾佢。之后佢就变成咗蝴蝶，但系个天冇俾一对脚佢。妹妹送俾，小心！阿元啊，好彩我大声嗌你啊，如果唔系，唔该。佢生日嚟嘅，嚟下嘅，唔使理佢。嚟点花点花。靓女，你啲花睇嚟唔系好靓喎。呢度个四阿婆好似个花一样嘅，死沉沉无力生气嘅。诶，我哋去第二间。因为呢间铺我妈妈留低嘅。小心啊！你头先讲乜嘢啊？原来识讲嘢噶，鱼，我唔系有心压你噶，你听我。只蝴蝶因为飞得太耐，跌咗喺兰花上边，兰花就同佢讲：以后嘅日子就等我陪你喺风里边飞啦。子明哥哥话俾你知噶，你识子明哥哥噶？上次系俾过我一朵唔知乜嘢花。小妹妹，你知唔知呢种花叫咩名啊？总有一日。呢间花铺嘅姐姐，佢一定会话俾你知嘅。边度可能？佢讲话都一嚿嚿嘅。有时我哋需要嘅就系一啲肯定。呢种花叫做蝴蝶兰，送俾你啊！多谢姐姐。人人都话女人就好似花一样。但是一朵漂亮的花是需要最纯正的滋润，这样才可以做一朵美丽出色的女人花。